您好，欢迎收看八月三号台视新闻，我是张宇。首先为您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，天气不稳定，就在今天桃园国际球场上可能会降下一场雨。不过呢，这不是好雨，不是雷阵雨，而是张雨。没错，请各位球迷朋友无需惊慌，也不需要携带雨具，你只需要准备愉快跟兴奋的心情，热情跟尖叫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大家。要用什么样的开球方式呢，让大家欣赏你的活力呢？大家你们准备好接我的球了吗？请来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你们准备好之后，我们要请我们张主播呢缓缓地走向投手球，要来为今天的这场比赛来开球。詹志尧，平常有在欣赏我们主播的新闻吗？有是不是？好，那张宇的歌会唱吗？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都是月亮惹的祸，不要闹了，好，赶快开球，好，现场球友们再给我们张宇主播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？好，现场跟着我们张宇主播一起倒数三二一，请主播投出三二一，请投出。现场响起啊，这个张宇真的是张宇的歌了啊。